就是给你们几个 keyword。这个实验室没机会啊，比较用的。你们要哪来的？这个要哪来的？我们是的，可找到了。哦，这个找到了。好，欢迎各位各大媒体来到这个今天的多伦多大学多伦多大学中国大学生联合会的火花电台第四届卡拉 OK 大赛。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搞文艺的人来讲吧，我这个他们简直是太有活力，就很难得看到这么有活力的一帮年轻人这么有心情来做一件这种事。而且这回呢，我们还请到了这个两位多伦多的这个马瑞导演，还有甄泰是国际音乐家协会的主席来做嘉宾，来跟我们大学生一起捧场。然后呢，那我们现在请这个主办人 Wesley。他叫张威，来为大家说话。首先感谢各位媒体那个能到场来支持我们，然后也感谢，首先感谢各位那个媒体能到场来支持我们办这次活动，然后也感谢嘉宾今天也能来。然后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这位呢是傅斌，他是我们那个学生会的主席，张跳的主席。然后呢，这位是王一飞。他是那个 UT Scarborough 的主席，然后呢，那个 Steven 他是 UT Mississauga 的主席，然后这位是 Lily， 也是跟我一起主办这次活动的，他是跨国电台的台长。然后我们现在就请副编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协会。我们这协会是叫全名叫多伦多大学中国大学生联合会，然后是2002年创办的，历史不是很久，但是发展的非常非常的迅速。然后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像大概可能三个校区都有，然后而且三个校区都很具规模。然后我们一年就是每个校区每年都有大概800多个会员加入，然后现在总共大概累积了3000多个注册会员。当然我们影响力绝对不止这一点，我们的就是影响力就是说多大中国人90%以上都知道我们。然后知道这个协会叫 COA， 然后也都积极地参加我们举办的各种各样的活动。COA 每年都举办很多的活动，然后比如有那种二战展，就是纪念二战胜利，然后就是纪念一下就是抗日战争，然后让给外国人都知道就是那段侵华的历史什么的。欢迎参加